嘉义县政府为着迎接111年全民运动会，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好手拥有上佳好的赛事体验。嘉义县长翁章梁前往关立棒垒球园区来视察着工程兴建的进度，希望打造更加优质的比赛场地，提供乡亲更加友善的运动环境。县长翁章梁表示，这次有幸承办111年全民运动会赛事，关立棒垒球园区是本届慢速垒球比赛项目的场地。为了提供参赛选手标准、安全，而且设备完善的比赛场地，特别要求工程相关单位务必以上关标准检视时间品质，好过县市的参赛选手会当安心无顾虑的专注比赛，并且其他选手拢会当突破自我，呈现最佳的实力，应现佳绩，发光伫家己。啊，全民运动会在10月8号到13号哈，啊，特别伫咱家己举办哈。那比赛的项目非常的多，那其中垒球就是其中一个项目啊。那嘉义县未来地址的所在会有2个标准的垒球场，那现在正在赶工当中，那能够在10月份可以让选手有一个漂亮标准的场地可以使用。那10月份除了是全民运动会以外，那不要忘了10月10号有国庆烟火在嘉义，还有全国最大的容积展。也在嘉义，所以10月份可以说嘉义非常的精彩。我们希望大家来看全民运动会，来看国庆烟火，来看农机展，一起来看转变中的嘉义。111年全民运动会即将来到，10月8号到13号伫嘉义县隆重举行。身为地主的嘉义乡亲，拢非常的期待全国各县市的运动好手以及亲朋好友来这做客，体会龙岗大县的诚意甲热情。关于棒垒球园区也将以全新的风貌呈现，予来自全台湾的参赛选手会当拥有上优质的赛事体验，也欢迎喜爱运动的民众。用半影走访，亲自来感受专属于嘉义县的美食和山海之美。这一新闻就来行台北市采访报道。各位家长小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梅山乡的卫生所主任曾文宏医师。5月2日6到11岁的莫德纳疫苗要开打咯，打疫苗可以保护自己，保护家人，保护学校的同学，减少被感染的机会。打针的时候有一点点痛，其实真正的痛啊，那时间不到一秒，大部分都是害怕和恐惧带来的痛。打疫苗之前深呼吸，不要看打针的地方，想想看你想要保护的好朋友、家人和自己，我们医生和护理师都会在你旁边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打完之后可能会有短暂的发烧、疼痛，多喝水，多休息，大部分的反应1-2天之内就会改善。如果发烧超过2天，会有很喘、全身起红疹的症状，那进入看医师来理清原因。那另外提醒哦，少于1/1000的人可能有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风险。疫苗接种之后呢，发生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临床预后大多是良好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打完针1个月之内，如果有喘或胸闷胸痛的状况，请找医师理清一下原因哦。